Hello，因为一会儿还得再去拍剧情，就是大家一起拍剧情，然后我就只能现在稍微直播一小会儿，一粉粉儿，一会儿会儿，嗯。然后我带了一个特别大的蝴蝶结。嗯，有吃了晚饭了，刚刚是去的就是那个餐厅里吃，然后这是我来到这个三亚第一次去那个餐厅吃，嗯。就是说那个餐厅啊，没想到。就是喝那个西瓜汁，居然还要自己花钱喝，而且那个西瓜汁好贵啊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一扎西瓜汁要多少钱。谢谢，谢谢你们的礼物。我和那个瑞哥，然后小四，还有段璇。一起吃，啊，还有圆圆一起吃的，那扎西瓜汁要288元，想不到吧？然后当时让瑞哥猜，瑞哥你猜这个西瓜汁多少钱？瑞哥是58块，结果要288，就这么一扎西瓜汁，每加差不多每个人一杯吧，每个人一杯，然后就实在是有点贵。而且这个西瓜汁还要我们自己付钱，呵呵呵。谢谢。因为好像就这次就是说，我们就是只能指定吃，就是指定在那个餐厅吃，好像就是免费的话就只能吃他那个套餐，就是我们吃他那个套餐才是免费的。如果你要就是想吃别的，那你就要自己花钱才能吃。嗯，我觉得还是昨天去吃那个海鲜比较好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戴着这个蝴蝶结，有种去迪士尼的感觉，有种我今天去迪士尼的感觉。我昨天吃了好几只皮皮虾，嗯，除了皮皮虾，还有一个叫菠萝什么东西来着？就是。菠萝肉，哎，不是菠萝肉，就是像，谢谢，就是像那个花蛤一样的，只不过，啊，谢谢用爱发电，就是像花蛤一样的那个，只不过比那个花蛤大，它就是很好吃，叫什么菠萝什么肉，什么菠萝咕噜肉。就是，嗯，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？就是很好吃，也是我第一次吃，觉得好好吃。然后还吃了什么？然后我昨天去那个海鲜，他吃那个炒的那个，嗯，那个娃娃菜，炒的那个娃娃菜也很好吃。嗯，就是我在上海没有吃过那种娃娃菜，就是有一点辣，又有一点酸的那种娃娃菜。很好吃的娃娃菜，不是蒜蓉娃娃菜，然后还吃了什么？然后除了皮皮虾，然后那个东西还有，不记得了。主要是这两个实在是，菠萝古老肉是什么？那大概就是吧，就像花蛤一样的，嗯，比花蛤大了几倍的肉。
这可不是桌布同款。谢谢。还好我今天出去拍的时候已经就是5点多了，就是没有很晒，我都没有怎么涂防晒霜，我以为5点多了可能就是。哎呀，赵丽姐，我在直播，我怎么没关门啊？没事，我拍不到你，拍不到你。我走错地方了。那你帮我把门关上。我妈呀，我门居然没关。然后刚刚我们的助理姐姐就是。不小心进到我房间了，因为就是他在我隔壁，他说他走错房间了，我受到了惊吓，为什么我的门没关上？我晚上会把那个门都锁上的，就是把那个弄上。这样门就开不开了。笑死了，因为我和朱莉姐姐住在隔壁，所以她就走错了。工作还没有结束，一会儿还要再去拍摄，不知道要拍到几点。啊，你们今天有王者荣耀的比赛哦，加油，加油，一定可以赢的。还推迟了，我天呐，正好我一会儿可能再迟5分钟10分钟，我就要走啦。而且我发现这个三亚长得和那个。就是去年我们去泰国拍那年夏天的梦，简直长得一模一样。就是我今天经过那个下面泳池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妈呀，简直和泰国那个长一样一样。我都甚至怀疑了一下，妈呀，这是不是我现在在泰国？谢谢你的大饼，大饼饼。旺旺雪饼，谢谢旺旺雪饼，简直长得一样一样的。爬爬没有来三亚，因为我的箱子实在是装不下了。而且你们不知道，我还买了快递，他，然后我看了一下，预计什么时候到，然后说的是，预计15号之前送达。那我也用上了，15号我都走了。15号我都走了。爬爬就在那个椅子上坐着呢，我走之前把它放在了椅子上。而且我发现，就是三亚，等到中午的时候，11点多、12点多、1点多、2点多，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法出门，好晒。然后我那天就是我在房间，我还看了一下那个窗户外面，居然那么晒的时候也有人在游泳，好佩服啊！他们一定是不害怕被晒黑的人，很羡慕这种。
就是我在窗户那儿看他们，我都睁不开眼睛，就是因为太晒了。但是还是看到有很多小人在游泳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对的。就是也没有时间出去玩什么的。谢谢。就是昨天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免税店，但是也都没有买什么，因为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好买的，然后就去吃饭了。而且就是在这个免税店买了之后，还要去机场提货，就是觉得好麻烦呀。但是我还要代购，我还要帮江山买代购一些东西。他说发给我，帮他发给我截图，到现在也没发。没有买什么，我发现我的隔壁原来是袁一琪他们。因为我昨天晚上听到他们晚上很晚在玩，还在玩，我也不知道玩的啥，就是声音很大。但是还好，我睡觉的时候他们也结束了。可 happy 了，谢谢。我没有吧，明天，可能要，也不用非常早起，就是正常，早上8、9点起床吧。摩尔庄园。没有玩啊，因为我没有不知道怎么玩，什么内测码呀，我没有那个内测码，我没法玩，我不知道。当然要拍了，一会儿就要去拍了，我一会儿就15分我就要挂了。没想到我戴的这个蝴蝶结居然可以派上用场，我以为没有什么用的。这个发型我以前没梳过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穿着一身衣服吧，就觉得特别像那个《小时代》里面的那个。谢谢。有点困，因为今天早上
起得有点早，6点多我就起了，然后我中午好不容易还回来，谢谢，还眯了一会儿，眯了半个小时，就是睡得完全睡不醒那种。然后睡醒之后脚还麻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脚给麻了，然后还缓了好久。哇，你们第一把已经结束啦，赢啦，真不错。你们可以去打了，因为我马上就走了。封面可爱吧？退出去看了一眼封面。就是我这次的剧情怎么说呢，就是挺有点难以言语，难以表达这个剧情，就是你们到时候自己看吧，其他的我也就不能透露了。谢谢。不是坏女人，怎么会坏女人？就是有点一言难尽，这么爽呢？谢谢，好乖。是励志的女孩，我也可能大概也许吧。怎么爽呢？谢谢皇冠。什么？陈千南他们的口音？怎么说呢？这是他们口音吗？就是我这个剧情，我的设定就不是什么那种，就是特别带感的那种设定。对的，而且那个衣服也挺一言难尽的。就是这样，你们。就你们到时候看吧。啊，这而且我们拍完了之后也没有时间看，就是看一眼回放，因为就是太着急了，基本上每条就是一遍过了那种。然后我自己都没有看到我拍的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没有时间给你看。就是这样，然后就拍完了。谢谢。好了，到点儿了，我走了。我的衣服不是那个窗布，不是窗布，我的衣服，我拍剧情的衣服比那个窗布还可怕。你们自己脑补吧。真的很可怕。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可怕的衣服，坚强。到时候你们看 MV 就知道了，好吧，那我走喽，已经16分了。
拜拜。吃好喝好，开心哟。